大家好，我是伟哥，今天咱们逛逛兴里大集，看看这里的物价。现在是早上8:30。我这行吗，老贾？这大桃子真好啊！今天桃子咋卖呢？10元3斤、4斤。西瓜1块钱了，昨天还卖1.5块呢，今天又掉价了。你要是不知道啊，这个梨怎么卖啊？那10元3斤。10元3斤。对，这个是什么梨啊，老板？这是黄冠梨。黄冠梨，甜吗？其实非常甜，非常好吃。这算小份吗？一会儿买两个。那个不是算，我得拿。新梨的下，我现在这两个真没有。看看这桃咋卖，这么大呀、啊、这桃？大酒宝。大酒宝。这个咋卖啊？2斤半。二斤半，比我手都大。一轮货啊！今天这瓜咋卖啊？卖3斤10元3斤。看看这西瓜咋卖？麒麟，这瓜咋卖呢？1块钱、嗯，便宜了。便宜，就最后一车了，那便宜哪？前两天都1.5块，有的还卖3块呢。3.5块都卖3.5块是吧？1块钱一斤。这样的都行。1块钱。不好吃，好吃。我就在留个水泥厂卖，他们去了。多好喝哈！帮你刮好，你可以先打开。个儿大，这样的个儿小，但是头感那个好。街头采访。记录生活。记录生活。啊。对呀、啊。还是大一点，您听我的，还是买大一点。包子吗？一个油条，1块钱。就来这个吧。看看这一个多少钱。13.4元。北京卤煮咋卖呢？北京卤煮25的30呢。25、30一碗。小碗25，大碗30。葡萄5元1斤。大苹果4块钱1斤，正宗真牌富士，特脆特甜。4斤10块，那我看差了，便宜了，2.5块一斤。跳舞了。老板，这土豆咋卖呢？8毛。8毛了，又掉价了。前段时间还卖1块呢。对，前几天卖1块。又掉价了。该卖了，要出人了。这还有花。休眠期过了。啊，买2盆花。等一会儿吧。嗯。先逛逛。啊，逛逛。葡萄都下来了，本地的。啊。真早。啊。那本地葡萄。超袋的。这个卖多少钱呢？6块。这个梨是什么梨啊？黄冠梨。甜吗？甜呢，最甜的这是。咋卖呀？10元9斤。买2个。真买。我从那儿买的，那个。小的也好吃吗？小的。小的好吃。大个的。啊，行行行行。挑的黄的还是？黄不黄都行，现在。啊，行了，买啊，就我自己吃，买多了吃不了。5块6的那个，来1个6块钱。行，6块。北京快能的。这桃呢？桃也4斤。桃也4斤。要你吗？不要了，尝尝这梨好不好吃？是北京的花。嗯，甜，挺好吃。是吧？嗯。有的梨不好吃。对。5块钱给3斤。那多要点就那1块5。便宜了，江总。啊，来点，给你那1块5，要吧。这自个儿家种的，多也好吃。这袋儿的这1块钱，袋儿的1块钱，
这又这里耍的短的，这堆的这个都一块钱一斤。啊，都一块。啊，这憨的一块，回家炖肉吃，是吧？今天卖桃的真多，全是卖桃的。看看这棒子咋卖？这个银白了，这个得10个。棒子？您帮你好运，你说这棒子这个儿？10块钱8根。哎，对，地下那10个。地下10块钱10根。嗯，内嘟了给10块钱。你们那个再来一个。油桃咋卖呢？油桃卖10元3斤。10元3斤。少了现在油桃。啊？油桃现在少了，大集上。刚下来。刚下来。就是头一回。啊，头茬。还有一批碗呢。还有一批碗呢。再过20天以后就成了。20天以后啊。那批油桃都干大前面了。啊。6.5块钱的。桃子抢上了，桃子。嗯，今天大集上卖桃子太多了，都是现在刚下，是吧？20块钱，全是卖桃的。报告的，5块7的，冬瓜1块钱1斤，啊，1块钱1斤，买俩就8毛，对，就为保里多销吧，这。5块7呢？8块2，不要了，没有的。看看猪肉咋卖？咋卖的？今天猪肉？哎，你好了吧？16，对，14、16，对，14。前后同年14，前后同年14，5花16。哎呀，我操！1.03。这堆儿啊，第14，五斤。这鹰这堆儿呢？第16。哎呀，14、16。哎，15还有一段时间了。就前那个比排骨，排骨18。排骨18。青苔呢？青苔25。完了吗？都一样价啊。对，前间后间都14，就5花16。啊，5花16。对，5花16。5花16。花。没有肥的呀。没有太肥了，现在。豆子不好吃。那个那。哎，假鸡那边有那肥的，它便宜。太瘦的。来不了。还是吃瘦的多。这就可以了，这标。啊，这标就可以了。上集拿了5条肥的那个，啊，还没卖了，就卖了1条。来65块2，65。瘦的不行。这肉不行，这是排了酸的。不。你要肉腥，它生肉就有味，生肉就腥。59，那我也一了。行，你打开啊。王叔叔，王叔叔，16。微信收款100元，谢谢惠顾，欢迎下次光临。这是卖活鱼的，小龙虾。小龙虾咋卖呢，老板？哎，你上100元4斤。100元4斤。够。哎，花生，5元3斤。花生10元3斤。新花生。漂亮漂亮。点了一根儿，咋的？来成。根本这就看着这瓜都不认识。2块钱1斤，10块钱5斤。这瓜值不值？你就说。10块钱5斤。啊，还行，全都是钱，根本就不认识这个样子。
这是批发袋儿，方便袋儿。来来，全拿来。现在是9点，开始上人了。早上过的时候还不行呢，看看上人了。哈喽哈喽，老板，这菜什么呀？这个呀，1.5块。啊？1.5块。给我来一个。圆白菜是吧？对，圆白菜。好，就来这个。3.1块，3块。那个青椒呢？青椒2.5块。这咋卖呢？本地葡萄？5块钱。5块钱。啊，他这个，咱买的一个。都新下的，看看这秧。啊，好。哪儿呢？这底下都是啊。这都是。真新鲜。对。嗯。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！小鱼儿，大鱼，大鱼啊！铁锅焖鱼，大鱼25。老姜现在多少钱啊，老板？8块。这个卖的香，8块。老姜8块。今天短视频就给大家分享到这了，拜拜。